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北京时间12月28日，根据西班牙媒体六台的消息，由于前锋科斯塔已经向球队提出解约，马竞开始着手寻找替代者。据悉，北京国安前锋巴坎布进入了球队的引援名单中，马竞有意签下这位国安锋霸，苏亚雷斯有可能会迎来一位新的搭档。巴坎布现年29岁的巴坎布，在过去的几个赛季一直是国安的主力前锋，他在74场比赛中一共为国安打进了53粒进球，是球队在进攻端绝对的大腿人物。而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的最新数据，巴坎布的身价达到了1500万欧元。考虑到他的合同在明年12月31日才会到期，如果马竞想在冬窗签下巴坎布，那么转会费一定不可能少了。根据报道，科斯塔提出解约主要是因为家庭因素，而他也已经缺席了球队的训练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一次双方也算是好聚好散，马竞会尽全力帮助科斯塔寻找下家，也不会在解约方面设置过多的障碍。根据六台和阿斯报的消息，西班牙人前锋德托马斯、瓦伦西亚前锋戈麦斯、贝蒂斯前锋莫龙、北京国安前锋巴坎布是马竞的几个主要目标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考虑到前两位都是各自球队的当家射手，莫龙本赛季陷入低迷，马竞引进巴坎布的难度最小，而且也是最合理的。当然，科斯塔的离开对于马竞来说并不算是重大的打击，新赛季截至目前，马竞在进攻端可以说火力全开，13场联赛打进26球的表现足够出色，科雷亚、略伦特和菲利克斯都能够与素雅形成良好的化学反应。如果马竞在冬窗引进巴坎布，那么想必对于锋线也是很好的补充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